Salamastra，你好，欢迎大家来到 Virtual Venture Vacation，我是 Joyn Han。那么这一次呢，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太子城的第二部分了啊，因为说过了，太子城是很大的一个城市吧，那么还有许多的一些建筑或者特别的一些设备设施还没跟大家介绍的啊。那么继续下来呢？因为第一部分已经说过了，这个第一到第五区都是一个人造岛啊，那周围都是人造湖，那结果呢，肯定是会有一些桥梁呢来接着这一个岛屿的啊。那么整个这个岛呢，其实是有8个桥啊，那真是的，大家会看到7个桥罢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桥呢，就像大家所看到的，大家前面这那一个其实是给这个单轨火车的一个桥来的了。那就结果呢是总共是8个桥搭在这一个太子城上那么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出名、最漂亮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一个太子城桥太子桥，也就是搭在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粉红清真寺或者首相署的前面罢了的，很附近罢了然后再来呢是这个 Sri Perdana 桥这一个桥呢，就是说我们当要到这一个首相官邸的时候那然后再来呢这一个是 Sri Bhakti 桥，那这一个桥呢是搭在这一个北部啊。那还有这个 Sri Sathya 桥，Sri Sathya 桥呢，就是我们要到这个副首相署或者要到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很出名的旅游景点，大家这一个太子城就是这个遗产公园的地方。好了，然后再来呢哈。Sri Gemilang 桥这个刚才的 Sri Gemilang 桥呢，对不起这一个 Sri Gemilang 桥呢，其实也就是搭在这一个国际中心的前面罢了也很漂亮的一个桥来的那除此之外，有这一个 Sri Bestari 桥。然后呢，这个才是可以说整个城市，最特色、最多人要拍照的一个桥一个吊桥来的，就是这个鸿雁桥了。那这个鸿雁桥也就是距离这个我们的这一个这个粉红清真寺附近罢了然后有这个 Sri Sautjana 桥。好的，那除了这些桥呢，已经提过很多次了那么整个这一个城市是由公园那么整个这一个城市是公园的话呢那第一个公园也可以说是大家这个市中心最出名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太子植物公园了那这个或者英文呢，是我们叫做 Putra Botanical Garden 就是搭在这一个市中心那然后呢，有这个太子公园的话呢，有这个地标那这个地标呢，就是这个太子地标搭在这一个公园中间里了那然后除了这一个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 Rimba Alam Park。就是这个天然丛林公园那在这一个天然丛林公园的话呢，你可以感觉到，搭在这一个公园呢，有一点类似像你是搭在外国的那种感觉的一些环境比较特色的一个环境那然后除了这一个的话呢，这个遗产公园农业遗产公园。如果是有时间的话，这个是可以说是其中一个公园，我会很介绍大家必到的一个公园来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农业遗产公园，那然后除了这个有鸿雁公园，那还有这个在这里呢有在市中心罢了哈，就是有这个综合运动场啊，那如果是说要运动的地方啊，也就是在这一个运动场啦。然后再来呢是这一个南公园啊，南公园呢其实是一个坟墓场来的啦啊，之后呢在这里呢还有这一个挑战公园啊，如果是喜欢挑战运动的话呢啊，这一个公园呢很值得介绍。其实这一个南公园跟这一个挑战公园其实是两旁罢了啊，也是很附近的啊。之后呢大家这个太子城北部呢就有这个扫加纳公园啊。那扫加纳公园的话呢这一个也是很多人呢，你会发现到本地人很喜欢到这个公园呢去散步去走走啊，因为很休闲的一个地方来的啊。之后呢这个湿地啊，湿地的话呢那让我跟大家分享的比较详细一点啦啊，那怎么样的这个湿地呢那么重要带在这个城市里啊，那也就是给大家知道这个湿地有多么的成功啊。那整个这个太子城呢其实是附近有两条河啊，一条呢是叫做这个碧萨河，然后呢在另外一条呢是叫错河，那么这两条河呢都是流到这一个太子城湖里了啊。那大家这个太子城湖的当这两条河流到这个太子城的时候呢，大家这个湖呢也特地的就是把它造成了许多层，就是意思说当这个水呢流一层最上面流到底下的时候呢，也用这自然的方式把这个水过滤了，然后再来的话呢大家这个湿地也特地的种了许多水上植物，包括水底植物啊，还有啊也放了许多的鱼类啊，有大约50品种的这个鱼。那这些鱼跟植物呢，就是说他们的功能呢以用这自然的方式来把这个湿地的水呢过滤了。结果呢为什么说当大家到了这个市中心，尤其是到了这个水上清真寺或者这个水上署的时候，您会发现到那个水呢是非常非常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水呢是以用这最棒天然的方式呢过滤了，就是说这个水呢可以说是接近了啊，接近达到不用啊，不用就是说煮呢还是健康的，可以直接的喝啊，就是这个水多么的棒的用着天然方式过滤的这个水了啊。那么就是如果大家傍晚啊有到这个地区的时候呢，往往你都会看到许多的鸟类啊，甚至尤其是现在年尾呢，你会看到许多的这个季候鸟会到这一个湿地来啊，也就是一个证据说这个湿地呢有多么的成功待在这个地方了啊。那然后因为以历史上呢，中国跟马来西亚，尤其是自从郑和时代已经有500年了啊。那么以为了这个纪念的这个500年的友情关系呢啊，就为什么呢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呢就是也代表着马来西亚有多么的重视这一个中国友情啊，结果呢大家这个太子城也有一个公园，就是为什么有这个中马友谊公园待在这里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就像我在第一部分也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一个大道啊，
就是那一条大道呢，为什么说岭阴大道哈、那一个岭阴大道呢，那么宽大100米呢，就是说可以举办某一些节日，大家这一个行政中心太子城啦，那有什么节日呢？其中一个很值得介绍大家，只要是你带着这一段时间有来到马来西亚，就是在年尾12月31号到1月3日，尤其是在你要过新年倒数的时候呢，绝对是的，介绍大家到这一个太子城，尤其是大家这个白宫，就是在这个法院前面有这个光与动的这个节日，或者英文我们叫做 Festival of Light 很值得介绍大家到这一个节日上。那你们想想看一下他们用灯光把那个这个白宫做到那么漂亮就是以用着这一个大灯光设置那一个建筑物的那么这个大抖音音视其实是晚上9点开始的那么这个很值得介绍大家到这一个太子城，尤其是倒数的时候有这个烟花当然了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很值得介绍大家，如果只要是有时间参观的时候呢，就是这一个皇家花卉展那么这一个皇家花卉展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地点呢是在这个植物公园，每年几乎都是在8月中举办的，开放时间呢是这一个10点早上到10点晚上这个入票费的话呢是几乎都是3块小朋友，然后呢5块成人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呢，小朋友是6块，然后成人呢是10块那大家这一个在这个展览会他们都是可以说是用着一些植物水果菜花等等之内呢，把它的那个公园呢设计的是特别特别精彩，非常漂亮的一个地点然后呢，另外一个节日呢就是这个魔法的这个夜晚那在这里呢，这一个在这里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晚上那些船已经设计的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由各个集团的代表把他自己的那个船那做的设计的不同的形状那也就好像花篮这样子很漂亮的一个这个船来的然后再来就是由这个气球热气球演节那就像在这个幻灯片上，大家可以看到，国际上的人呢都到这个太子城，用着他们的气球不同的形状把飘带在这一个太子城上也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的那这一个节日呢都是在3月中就是在太子城的第二区举办的那然后再来呢，就是由这一个国庆阅兵这一个是在每年我们马来西亚人庆祝这一个国庆节的时候，就是在8月31号几乎都是大家这一个太子城举行的那然后当然呢，因为就像我所说的，那太子城那么大，而且我已经介绍了那么多的地点那到底哪一个是以最短半日游或者一日游呢？你要去一些特色的地点呢？那么在这呢
哪些地方最值得参观的呢？啊，那么我在这呢会跟大家分享啦。啊，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是可以的话，也就是大家这个湖边呢，靠近这个粉红清真寺、太子清真寺，大家可以租着这个自行车啊。那么有这个自行车之旅啊，是最好的方式来旅游这整个这一个太子城啦啊。那么从这哪里开始呢？就是啊你们就是用着那个领运大道啊，4.2公里的啊，那整个从这个蜀相署到这一个太子国际国会中心啊，那么在这一个地方呢啊，几乎所有的这个特色的建筑可以说是集中待在一个地区。那其中一个就是太子广场了。那么太子广场有好几个你们值得参观的啊，或者看。那当然这个蜀相署我们只能拍照，只是外观罢了啊。再来这个太子清真寺啊，这个太子清真寺呢可以让我们参观的。但是哈这一个当然如果是穆斯林在祈祷当中的时候呢，就不允许参观了。那么你们选择，如果是有想要进去这个清真寺的话，就选择不是他们祈祷的时候了啊。那这个地点呢，也就是最好拍照的一个地点了，就是太子广场了啊。那附近罢了啊，走路都到了太子桥啊。那然后待在这个太子桥。就是也待在这个太子广场啊，只要是大家呢用着那个楼梯下去啊，那大家会到 Souk， 也就是他们的一个大排档的一个地方，很值得介绍大家品尝哦。印度人的那个煎饼啊，还有那些海鲜，例如这个大头虾或者那个螃蟹啊，那也就是待在那边附近罢了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的，就是去坐着这个船了啊。其实这个船呢有两种啊，一种只是绕着整个这个湖啊，让你欣赏着整个这个太子城作为的这个风景啊。那然后除了这一个哈、这个巡航呢啊。大家呢也许呢可以选择最左边的那一个相片，就是这种船呢待在船上可以欣赏啊，吃个午餐或者喝茶时间，慢慢的巡逻着整个这个湖，待在这个太子城上了。好，那么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阶梯或者呢就是说你们可以品尝那个印度煎饼的，就是叫做这一个的素食场啊，那也就是待在这一个太子广场，你跟着那个阶梯下去啊，或者那个手扶梯啊下去，你就会看到这个的素食场。那么巡航那个坐船的，也就是待在这一个树附近罢了啊，全部几乎都是集中待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也是跟大家说过，许多人喜欢拍照的一个桥，就是在这个红院桥了啊。你会看到待在这个红院桥呢，许多的旅游巴士通常会选择一个地点，待在一个巴士车站停着啊。停着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待在这一个地方呢，这个地点呢，可以拍到我们的这个蜀相署、太子清真寺，还有那个千禧公园哈，待在那一边。千禧纪念碑，对不起，千禧纪念碑待在那一边啊，也可以说是看到整个这一个太子城啦啊。那除了这一个的话呢啊，可以说。整个太子城集中的很特色的一些高楼大厦呢，就是待在这个太子公司里啊。那么待在这个太子公司的对面就是啊，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司法宫啊，
还有铁杠清真寺，全部都是集中大在一个地方的。啊，那 除了这一个，还有啊，这一个是那个铁杠清真寺旁边的，就是这一个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部了。啊，那然后由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这个斯里格米浪桥，那就是大在这个国际会议中心的前面罢了的。啊，那么大在这一个国际会议中心前面呢，也大家看到的这个四个政府大楼啦，啊，还有这个国会，就是国际会议中心啊，那然后一个公园，就像我强调的，很值得大家去参观的，就是这个农业遗产公园啊。那为什么说我会那么强调介绍大家到这个农业遗产公园呢？啊，因为如果只要是大家带着小朋友到这个公园的话，你会看到种种马来西亚以历史上一直以来重视的一些农业啊的一些植物带在这一个地方啊。打个比方，马来西亚最早农业其实是咖啡，然后由这个橡胶、棕榈，包括这个香料其实是最早的啦。啊，那么种种的香料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料的植物都可以带在这一个农业遗产公园看到了啊。除此之外呢，哈，如果是说有时间的话，你们想要看一些人呢怎么样的割这个橡胶，就是让那个橡胶滞留出来的话，也就可以带在这个农业遗产公园看得到的啊。值得让大家参观的一个公园来的啊。那然后除了这一个的话呢，另外一个我也是很强力的介绍，就是这一个首相官邸啦啊。那因为这一个首相官邸呢，或者就是说我们的首相的住的地方呢，允许让公众人去参观啊。这个是因为当时呢，我们的这个第四任首相敦马呢，他就认为这一个是属于国家的啊。那也就是不要让这一个人误会以为他有贪污，结果就为什么说这个首相官邸其实是有开放给公众人进去参观的。当然呢，一小部分就是说他私人的住宿的那一个区呢，就不能进去参观的啊。那么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是大家要进去的话啊，那一个衣着方面呢，必须要有适当的这一个着装啦 就是说男士几乎啊穿的衣服要有领啊，然后裤子长裤啊，还有就是包的脚的鞋子啦 女士就是几乎有那个衣服呢有袖子的，短袖都可以哈，但是那个裙子必须要超过膝盖的裙子啦啊，这个是必须要有适当的这个衣着哈。除此之外呢，因为是需要到一些重要的文件来注册啊，那如果你是本地人的话，就需要到这个护照；那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当然就需要到你的身份证啊来注册，当要进去这一个首相官邸了啊。那然后当进去的时候，请大家要记得啊，待在里面呢是禁止拍照的，待在这一个首相官邸里面啊，这个超重要啊。那然后星期五呢，每个星期五呢是休息日来的，因为这个最主要是因为祈祷日嘛，穆斯林。啊，那么这个开放时间的话呢，其实是9:35到下午的3:30了啊。到今天呢，这一个首相官邸呢还是开着的啊。那么如果是大家呢还是有什么疑问，当然呢，我是希望大家还是一样会留着一些信息给我，或者呢写着 email 给我，或者呢发这个 WhatsApp
啊给我。如果是例如有朋友啊、亲戚有想要过来马来西亚租面包车啊，需要导游服务啊，随时可以联系我的啊。那么这个是我的联系啊，当然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赞助我的这个短片啊，那也可以订阅啊，让你好知道有一些新的一些短片啊，通知大家，再来希望大家也能够分享出去啦啊，那在这非常感谢，希望大家喜欢这一个短片啦，谢谢大家。